如果你想买珠海，首付预算不多的话，可以考虑这个项目。这是一套110平的双阳台南北通啊，这是入户的位置啊，它还赠送了个入户花园哈、啊，可以在这里放鞋柜的。这个户型性价比非常高啊，我们看到的是样板房啊，到时候是精装交楼的，厨房的位置非常透亮啊，从阳台看出外面的景观是一个人工湖啊，小区里面的人工湖啊。看起来非常舒服啊，这个项目是位于珠海啊，学校就在附近啊，如果你想你的小孩在珠海上学的话，可以选择这个项目啊，附近各种设施都齐全啊，学校、医院、商场、超市都有啊。这套建筑面积是110平的四房两厅两卫啊，五一差不多到了哈，到时候有很大的优惠啊，如果最近有打算想在珠海买房的话，五一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啊，而且它首付也不多啊，离香海大桥有500米左右的距离啊，附近的小学、中学、幼儿园都有的哈，所以上学这方面根本不用担心啊。这小区一共有22栋啊，是一个比较大的小区来的哈。然后呢，门口就有一个公交站了、啊，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。觉得这个户型不错的话，在评论区打3个8，我把详细资料发给你啊。如果你最近有打算买房的话，或者想咨询其他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私信我。千万不要害羞啊，房是买来给自己住的，买就要买好一些啊，多问问走少弯路啊。